摆脱娃娃，你很腻啊，就可以当坏娃娃。我那时候不知道要买除湿机，我要找我的内衣内裤，然后去翻它，哇，一打开。发霉，女神的内衣内裤发霉。那天就是因为下了午后雷阵雨，全湿。芋头色的内裤就若隐若现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我的内裤会跑出来？